李长林会会长李启东啊，会当讲带领着咱的全体的里长啊，今仔日的理事长啊，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啊，各位咱的警察局分局长带领着所有警察团队、守望相助队的义警，还有各位贵宾、各位好朋友、各位乡亲啊、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暗班台恭喜，大家好。啊，今天是咱的2019罗东丽穗节，啊，当讲开幕典礼，啊，当讲今天呢，啊，非常感谢咱吴秋岭吴镇长带领的这么好，感恩祝福接棒传承，一棒接一棒，棒棒都是强棒。那咱吴秋岭镇长呢，会当呢用心打拼，把咱丽穗节呢会当举办到这么好，啊，当讲啊丽穗节，啊，咱就带动观光，带动欢迎，带动文化，带动经济，啊，带动属龙工商的发展，啊，这就是咱最主要。所以呢，感谢吴秋岭吴镇长呢，会当甲罗东镇啊，会当继续来带领，啊，咱罗东呢会当蓬勃发展。啊，当讲丽穗节、童万节，我们呢都是注入了非常好的元素。啊，而且呢，啊，当讲和咱的台湾、全国、全世界，咱讲宜兰县罗东镇，啊，当讲拢是一个啊非常赞的。哎，当讲和咱的这些所有乡亲认识的咱的宜兰县罗东镇，啊，那罗东镇呢，啊，是一个商业重镇，啊，商业重镇，就是爱带动观光、带动经济，所以今日呢，非常感谢伊的拍拼认真，会当甲咱的丽穗节呢，啊，炫一下，哎，当讲吼，咱的这罗东镇呢，会当立业带领，会当蓬勃发展，今日呢，啊，看到这么热闹，表示呢，伊的用心拍拼。相信呢，未来罗东镇会当哪来哪好，啊，会当讲宜兰县政府甲咱的罗东镇呢，会当共同努力，和咱的乡亲呢，会当呢啊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啊，今日真感谢，也真欢喜，啊，今天的丽穗节，因为有你们的参与，会当蓬勃发展，会当啊带动。